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有一句广告词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，那就是 “hockey 啦”。讲到 “hockey 啦”，大家都很开心啊，因为大家都会非常希望要有福啊。我也好 “hockey 啦”。可是，我们在上一集里面，师父告诉我们说，福呢可以分为世间福跟出世间福。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叫世间福，那么出世间福又是什么呢？出世间福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我们又该如何修出世间福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。曾小姐好。是，师父，那您上集谈到了嘛，就是说有世间福，有出世间福。那您是不是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出世间福？其实也就是世间福。哦，是一样的。一样的东西，不过呢，它的范围比较广一些。而且比较深一点啊，这个福的意思呢，就不受苦受难，那就是有福报的；不接受到困扰，那你是有福报的。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说，平安就是福，健康就是福。安贫乐道也是福，那不受人家的这个指责、批评、打击，这也都是福。是。可是呢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不还并很不容易的。这个在世界上不受人家批评也很难的。不受人家不给人家打击也是很难的。一生之中啊，真正的能够啊，就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啊，这也是很难的。人呢，如果是学了佛法了，懂得佛法之后啊，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对于环境的复杂，对于啊自己的生命过程的波折，都能够看透平常。我相信你一定听到说，用平常心来看待。对。看待什么？看待起路成败的事，用平常心，能够吗？很难呢。叫人家用平常心，很容易讲啊，对，自己就不容易了。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就很难了。对，所以是要真的能够用平常心来过生活，来面临啊所有一切的人事物的起落得失成败，那这个是大智慧啊。所以智慧和福报啊，这出世的来讲哈，是相同的。是，有大智慧的人，你只有福报。这个福报是什么？不是你有了智慧就不受烦恼、受困扰，对。因此呢，在修世间的福啊，我们只是帮助人就好。这样，所以众福。众福就是培福，也就是我们应该多多的做一些善事好事，让人家来回馈我们，这叫做受世间的福。出世间的福啊，除了做这些善事好事帮助他人，但是不求回馈。哦，不求回馈。不只待回馈，不啊期望着和回馈，而这是呢自古耕耘不问收获，这就是智慧了。耕耘是应该做的，至于说收获有多少，是不是自己去收获，就不在乎。这个就是啊智慧。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，你自己辛辛苦苦的耕耘，结果收成的不是你，那你自己
觉得是不是啊？觉得很落空了，不必要。嗯，我们呢，这是耕耘的时候，自己当下就已经享了福了，已经享了福，享的耕耘的福，就是努力的福。至于说结果是谁得到，这个是有福报的人去得，这个跟自己啊不一定有关联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又是世间出世间福了。嗯，所以出世间的福啊，并不是一定是啊，想的或看的，或者是啊，超越的，怎么样子，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。嗯，其实是同一个东西。不过，另外还要加上啊，自己比如念佛啊，念佛就有福。我们的一般的世间福就是要布施。嗯，但是呢，在出世间福里头，念佛啊，诵经啊，看佛书啊，打坐啊，拜忏啊，还有呢，忍辱，忍辱啊，忍辱，忍辱啊，能够啊，忍受种种的侮辱、屈辱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当下就是福，能够忍辱，你自己就不会啊。觉得好，好可怜，觉得是很委屈，觉得是好无奈，觉得是这个天下没有啊公理，觉得老天爷没有长眼睛，不会这样子讲，也不会这样子想，因此就没有烦恼，没有苦恼，那就有福了。这也就是福啊，所以是有福。说无福，从出世间福来看呢，并不一定是看到从物质上面的享受，或者是呢，从啊这个生活环境的好不好来看，而是内心世界啊，保持着非常的清净、明朗、快乐、自在，那就是平安，那就是福报。是。谢谢师父开示，师父说的真好。师父说出世间福呢，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清净明朗安和，那么也就是心里的平静安宁。我想这也是在新的年度里面我们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。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